得奖入围，非常开心，能够跟就是这么厉害的前辈们一起入围，我觉得我此生足矣，此生足矣都出来了，好，这样就可以了，很开心，足不足？还要继续加油努力，好的，对对，我就要紧接着讲，很开心的入围了，女主角，这个真的是千金难买。有的人努力了一辈子，他跟金马还是站床边，他很好，他很棒，但他就是没办法。所以看到像你这样子，我真的很高兴。我刚刚跟他讲，我说老爷赏饭吃，进荧幕大荧幕，他就是现实。第一个就是外表，再来他要看实力。你看那么年轻，那么漂亮，一定要努力的顶上。没关系，我们一直在比惨，欢迎大家来挖，对不对？对，挖对呀、啊，挖出去，对不对？然后再把别人再吸回来，这我们都不会计较的。我们台湾人才太多了，怕什么？所以你要努力啊！这样讲够多了吧？很多很赞，没有吧？文策院的下一任就你吧。好了，燕燕姐，非常开心，再有机会过来金马奖，金马奖。第一次到这第二次都是非常棒的学习机会，我这次确定了，我拜拜的时候我肯定会出现在金马奖的荧幕上，所以我很开心，谢谢。好，丁姐，谢谢金马奖，真的，因为我刚开始从歌手要转型当演员的时候，就是金马奖给我一个奖项，让大家肯定我，然后也让我的路走得比较顺利，所以已经隔了十几年再次提名，还是很激动，还是非常激动，而且跟四位这么好的女演员一起入围，我觉得是我的荣幸，谢谢，谢谢欣姐，谢谢欣姐，今天感觉像刘姥姥进大观园，很开心。有没有音效组？三百能够五位都得奖，但是这是很不负责任的话啦，好，对不对？好，谢谢，恭喜几位的入围。